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6页，啊，426页，从第一行看起，啊，课题勤修，请看经文，精勤求速，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界。经文只有16个字，这16个字里面含义深广，无有穷尽。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啊，先说精勤求速。汉武两种译本，经文是勇猛精进，勤苦求速，啊，故知精这个词就是精进，勤呢就是勤苦，求是愿求，速是速取，啊，这些地方这4个字，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这4个字可很重要了，决定不能疏忽啊，一定呢要精进啊，一定呢要勤劳勤苦啊，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得到的是什么索取就是得到了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真有这个心愿，没有遇到佛法是决定做不到啊！要想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可不是容易事情，但是你遇到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土宗，遇到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那你的缘分具足了。能不能满愿，只要把这4个字做到了，你肯定埋怨
要知道轮回的时间太长了，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是无量劫，人生在世时间太短了，能活一百岁的人不多啊！纵然像海贤老和尚活了112岁，也是弹指之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那个时候香港没这么多人，也没这么多房子啊，一般楼层高的大概14层、13、14、15层啊，现在这些楼房还都在，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每一道街上你就看看老房子，在那个时候建的。香港最高一层楼房是50层，靠海边上，我记得那栋房子窗户是圆形的，一看就看到了，那是最高的，现在已经低下去了，旁边的房子都高过它了。香港出家的同修几乎我都认识，从老到少年岁大的跟我差不多的，甚至还比我小的，应该是3/4呢都不在了，老朋友没有了。30多年真的一弹指回忆起来就像昨天前夕一样。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有很长的时间，那是错觉。也不要以为我现在所享受的、所拥有的感到很欣慰，那是假的，一口气不来，什么也带不走。真正学佛要想了生死出三界，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就是这个念头不能不强，非常强烈的这种意念，念念的都想着阿弥陀佛，念念想着西方极乐世界。这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讲得很清楚，方方面面都说清楚，说明白了，句句是真话，没有一句是假话。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都没有一个字是假话。这个法门很容易修，非常难得，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他一年前过世，距离我们时间最近，他是2013年1月过世的，现在是2015年1月，整整一年了，是最近的时代为我们表法。
啊，他生在满清光绪年间。啊，往生的时候112岁。生在贫穷的农村里面，从小没有机会读书，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家境清寒。满清亡国之后，中国陷于军阀割据，啊，借助日本侵略中国。啊，我们经历8年抗战，苦不堪言的。所以法师20岁出家了，看破了。啊，家里面祖父、父亲、父母都是学佛的，跟佛缘很深。啊，虽然没有念过书，家教很好，啊，父母给他做好榜样，人真诚、老实，啊，也很聪明，啊，对于农活，那从小就在田地上长大的，经验非常丰富。20岁出家，师父，我们从光碟上看到，那是了不起的人。那《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师父是这样的人。啊，从哪里看出来呢？从师父给他剃头，他上山找师父要求出家，求师父收他做徒弟。啊，师父没有拒绝，马上给他剃头。是祸，这是法门的人才啊！啊，佛法里面与识字不识字、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啊，唐朝禅宗出了一个祖师，六祖慧能大师，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是砍柴的，樵夫，都靠苦力生活的。啊，樵夫在抗战时候还很苦。啊，抗战时候城市里面没有电灯，没有电，啊，没有自来水，所以有挑水到城里面去卖，砍柴到城里面去卖，啊，很辛苦的事情。他是樵夫，砍柴为生。啊，父亲很早过世，啊，给母亲相依为命。啊，有这个能力，偶尔卖柴卖掉了，啊，是卖给一个客栈。啊，离开的时候，看到客栈里面有人在念经，啊，他就站了一会，听他把经念完，听得很有味道。啊，他懂，那里头的人念金刚经，他敲门，啊，里面这位张居士把门打开，问他做什么，他说你刚才念的是什么东西，很好听啊，很有味道啊。哎呀，张居士一看，啊，这个卖柴的听得很有味道，叫他进来跟他谈谈。
这一谈之后，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劝他：“你应当到黄梅五祖仁大师那里去求法。啊，你一定有成就。可是家里贫穷啊，一天不砍柴，一天生活费用就没有啊。”这个张居士很难得，送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他一年也赚不到啊，给他做安家费啊，家里的老母亲没人照料，是我们这些佛友，我们找几个人照样照料你妈妈，你放心，谦虚啊，这他就争取了缘分啊。到黄梅，五祖大师问他：“你来想求什么？”啊，果然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回答五祖说：“我来求做佛的。”你看口气多大，他来说做佛的，他不为别的。啊，他真的成佛了。八个月时间，真成佛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啊，不认识自己祖师啊。开悟之后，大彻大悟啊，一切法全明白了，所以智慧开了，这个重要啊。修复佛家的法门很多，就是方法很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哪一门都能成佛。要怎么修法呢？要专一啊，要专要一，不专学很多不行，这不会成就啊。专一是专一，就是禅定啊。专一到一定程度，自然就开悟啊。那么大乘教里面所说的都能得到证明啊。佛告诉我们，这宇宙从哪来的，宗教里面说都是神造的啊。现在人经历400年科学教育，对神造宇宙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佛教没有说是神造的啊。佛教宇宙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宇宙从念头来的。谁的念头？你自己的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佛把这些通给你说出来了，由心想生的，慧能大师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心，心是什么，什么样子，你说来看看啊。他说了五句，实际上就是20个字。第一个告诉我们，自信本自清净啊，丝毫没有染污。自信就是真心，人人都有个真心，真心就是佛。你用真心就叫成佛了，你用妄心那就叫凡夫
啊，妄心是生，生灭心就是念头。啊，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叫妄心，这不是真心。真心不动，啊，所以真心地为清净。第二个呢，不生不灭。啊，他没有生命，那是真正的自己呀。啊，第三个，本自具足。啊，真心里面样样具足，所以不能从外求，外面求不到啊。你要向内求啊，外面求就错了。啊，为什么一切法这个四句末后一句，这第四句叫本无动摇啊，真心是不动，没有摇晃的，就是自性本定啊。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六祖都讲得清清楚楚，跟佛讲的一样。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起心动念，才有整个宇宙。如果不起心不动念，这宇宙就没了。宇宙是假的，不是真的，一定要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放下之后，你就能证得，就把真心找到了。用真心，不用妄心，这个人就叫佛，就叫菩萨。啊，菩萨用真心。啊，阿罗汉还是用妄心，他还不是用的真心。但是妄心里面讲的最真实，跟真心相应差不多啊，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分不出来啊。但实际上呢，他是用阿赖耶，他没有用真心。用真心的人叫菩萨啊，菩萨里头是最高级的，叫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以下都是用妄心啊，妄心修得最好啊，样样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很像佛啊，所以我们也称得作佛。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很像啊，我们叫他佛。那为什么不是真的？他用的是妄心，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心。我们的心很乱，杂念很多，妄想很多，他不乱，他能守住一啊，他能专一，这专一就是禅，就是禅定啊。虽然不能成佛，他们住在哪里？在天道，天有28层，他们住最高的4层，无色界天啊，寿命很长啊。这些东西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我们过去对这个说法总是免不了怀疑啊。啊，佛说的没错，佛不说假话啊，可是找不到另外的证据。我们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科学延续了400多年，
400多年科学研究很有进步，不能说没有成就。成就跟佛法比不算大。佛法里面讲一切法是从心想生，科学把它证明了。真的，所以近代的科学家，最近20-30年，这一批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就是念头。念头的能量不可思议，尤其是真心的能量。今天地球这么乱，灾难这么多，哪一天没有啊？你看看电视新闻，看看广播。每一天都很多，而且很严重啊！这灾从哪里来的？不善念头造成的。那么还有很多预言，自古以来就说，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玛雅的预言，西方一些预言家所说的。玛雅预言是2012，我们平安度过了，是不是没有了呢？要用佛法来说，不是没有了。那怎么呢？他延后了，真正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把它延后了，不是没有了。延后的意思，希望我们能回头，希望我们能改邪归正。科学家告诉我们，跟我们讲念力。现在地球上的居民有70多亿人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这些居民，只要真正有1%的平方根，这些人能真正回头。真正忏悔，就能化解灾难。那1%的平方根多少人呢？不到10,000人。科学家给我们的数字大概8,000多人，8,000多善人，70亿人作恶，8,000个善人就能拯救地球。这个我们能相信。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70亿是邪念。这8,000多人正知正见，他们是正念，邪不胜正。能有这么多人居住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能安全度过。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的进展确实日新月异。20-30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属于什么呢？属于高等科学、高等哲学。科学所发现的，
宇宙的奥秘全在佛经里头，佛经说的比他报告还清楚还圆满啊，这是不能不知啊！佛法求的是真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学来的啊，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刚才能大师五句话里头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样样具足，一样都不缺。啊，《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个提示，把这个本自具足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智慧，第二类德能，就是你的道德、你的能力、你的才艺。啊，第三类是相好，无论是自己珍宝，啊，身体容貌健康长寿，啊，居住的环境，那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没有一样有缺陷，美好，自心的通通自己去做啊，别向外求啊，啊，向内求。向内求就求一心啊，本经修行的宗旨，一心不乱，一心就是自性本定啊。所以佛说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现在有了妄念，妄念在天天指挥你，叫你造业，变成凡夫了。其实呢，其实你还真的是佛，并没有变。会变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从来没变呢。啊，是什么佛呢？说实实在在话，就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己啊。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三十心念法师。啊，三十心念是元朝中峰禅师他编的。啊，我们用了差不多有20多年。我们其他的法会都没有，就这么一样。啊，专一啊，法本里面禅师有两句话说得好啊，要记住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看这祖师说的真话，不是假话。此土啊，此方啊，即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即是此方啊。为什么？你真正能够身心清净，宇宙就清净了，世界就美好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佛教教学最终极的目的目标，回归自信，就叫成佛。成佛就是回归自信，把你的真心照出来。你用真心用事，处事待人接物，就成佛了。啊，你用妄心，还是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有善有恶，这都是妄心。啊，真心里头没有。啊，没有善恶，没有染净，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是真心。怎么练？把真心练出来，把这些虚妄假的东西淘汰掉，放下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典，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用的是文言文写的。这个文言文在中国文学里头是最浅显的文言文。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那这个经是什么时候传中国来的？汉朝。读经本就是读汉朝时候的白话文。为什么？他要大家都看得懂。翻经的这法师目的是要叫大家看得懂。所以佛经都不深奥，你要跟古文跟他一比，你就晓得古文难懂，佛经好懂。浅显容易明白。翻经的这些大师都不是简单人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这是我们近代人距离我们很近很近，才一年前过世的，他就一句佛号不认识字。达到什么境界呢？跟六祖境界相同，他开悟了。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属于同一个阶层。这告诉我们不是假的。可是他一生没有跟人说过。为什么不说？老师不准他说。老师给他剃度，他那时候20岁。这个人的禀赋好，那就是佛法讲他是法器，他可以造就，他能成就。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好教啊。师父只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就这句佛号。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叫没拐弯呢。而且没有换题目，就这一句佛号，老师教他的，老实念92年，时间这么长。他到底念到什么境界？我们看着光碟一看就明了。要细心看。这么好的根性。听话。真干。老实。不容易找啊，这人不容易找啊。老实什么？他相信啊。没有怀疑啊。老师怎么教？就死心塌地去学，任何人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怎样，他毫不关心，与他没关系。他就守住老师所教，不为境界所动摇，不为环境生活疑惑，这个人这种根性不容易遇到。一生当中可遇不可求。有这种根性，他念到功夫成片需要多久？我们看过去这些修行人，这些往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3年就成功了。3年时间不长啊，1000天而已啊。
啊，得功夫成片。只要得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送信息来。啊，《楞严经》上所说的，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到来必定见佛。啊，必定这两个字，讲得多么恳切，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你念佛，你心里头有佛，这个一佛是心里头真有佛，除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起心动念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对了，你能坚持三年不变，阿弥陀佛就来了，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佛来看你，来安慰你，来坚定你的信心，让你知道啊，你跟佛已经有联系了，跟阿弥陀佛，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那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就开心了。啊，见到了，这不是假的了。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多数，不是少数，见到阿弥陀佛机会难得了，会要求阿弥陀佛，我还有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没有一个不答应的，真带他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人，大概都是三年，哎，前后他就往生了。啊，绝对不是他的寿命啊恰好到了，没那么巧的事情。啊，像古人记载里头，宋朝严科，啊，他寿命还有十年，不要了。要求佛带他去，佛跟他约了，好，三天之后来接引，三天真走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锅炉匠往生也是我们近代人啊，抗战时期的事情，三年往生，我相信他不是寿命到了，啊，他才四十几岁嘛，啊，肯定是他是还有寿命，他不要了，跟佛走了，啊，佛真的带他走。啊，他是站着往生的，死了以后还站了三天，那些佛友啊给他师父报信，那个时候没 交通，没有交通工具，都是走路啊，到关中寺一个往返三天啊，他的师父来了，地贤老和尚来了，他在站三天，老和尚赞叹他太难得了，真有成就啊，站着往生多，往生之后还站三天，大概只有他一个，没第二个。啊，那么像这样的人我在美国见过，都是在家居士，
啊，往生的时候自己知道啊，这些人很聪明，一点风声都不透露给人，甚至家里头啊儿女他都不说，为什么？怕他们障碍啊，他们写遗嘱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得清清楚楚啊，就走了，痕迹都不找啊。啊，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老太太，70多岁，啊，儿子媳妇在美国生了小孩，啊，他住在台湾，把他找去了照顾小孩。啊，做家事啊，所以他也无所谓，他念佛啊，念佛也家里人也不干扰，反正在美国夫妻两个都上班，小孩交给老太太啊，小孩3-4岁了，上幼稚园了啊，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念佛啊，走的这一天，每天早晨老太太起早起烧早饭，他们吃了之后，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都走了啊。那么这一天儿子媳妇起来之后看老太太没有动静，也没人烧饭啊，感到很惊讶，打开老太太房间，老太太穿了海青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啊，旁边留留有遗嘱，而且把他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至少我们了解的时候应该是3个月前他就知道，他有这么多时间呢，啊，把这些后事料理清清楚楚，让他家人说一点心不操。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的同学们亲自去看过。啊，那么在美国念佛往生的我们听说的很多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是真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他成功？专一，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在美国听经非常不容易。那老人出门自己不能开车，就很不方便。啊，搭公共巴士，公共巴士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才有一班，要一般人都自己开车。啊，那么这些多半都是老人。啊，老人没有特别事情都不愿意出去啊，所以他们做了这些榜样，让家人看到了，让佛友看到了，让邻居看到了，那都叫弘法利生啊。哪一个人年老了没有病苦，没有思苦啊，这些念佛的人这些苦都没有了，
佛家常说的八苦，一切众生都免不了的。第一个是生苦，生苦每个人都经历，都忘掉了。再就是老、病、死，生、老、病、死这四种啊。除这四种之外，有爱别离。你所亲爱的，到死的时候总要离开了，不能再住在一起了。怨憎会，冤家对头想离开的，偏偏遇到。还有一个求不得。心里所希求的得不到啊，最后无因之身。无因之身是使我们身体的变化、烦恼、脾气，这都属于无因。谁能避免？这些修行人他没有了。他清清楚楚。自己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连儿子媳妇都不说。说的时候是怕他干扰，怕他们难过。提都不提。这个老太太留了遗嘱，还有人不留遗嘱的。没话好说的。表演给我们看。有善根的人一定觉悟到啊！这就是学佛的好处，这就是学佛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我们亲耳听闻，这都是事实。40年前，台湾台南将军乡，也是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往生，也站着走的。这个事情，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提起了。散会之后。就由当地的同修来告诉我，真的，他们是邻居。这不是假的，这个不能骗人。理论修学的方法，要遵守的原则，效果通通在这部经上。这部经最好的说明书。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是阿弥陀佛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是所有的念佛人那一种恭敬心、真诚心、向往的心变出来，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全到这儿来了。阿弥陀佛带头，首先变现出来，每一个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都是天砖天瓦了，把自己修行功德统统回向到。什么成就的？无比殊胜庄严。所以这四个字我们一定要学，恭恭敬，慎慎重，一点都不能随便。
啊，保守支持。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躬身保持，啊，汉译，我当奉旨，当即中主，躬是敬，啊，身是谨慎。是沉，也是安静静的这个意思啊。汉译当即中主啊，这个即中啊，即刻就中主，这都是躬身两个字的真实意。安住中道是真正的躬身，恭敬到基础，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这是真的共生。这个意思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为什么？他跟真心相应，一般人我们细心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念头。啊，念头生起来，禅宗很多人用这个方法看念头，念头从哪来的？啊，这一看呢，这个念头没有了，这念头到哪去了？啊，叫你把心呢用在这上面，不要用在别的上面。慢慢之后就能得定。啊，妄念轻了，妄念少了，这就是有进步。啊，真正妄念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豁然大悟。啊，保持与保任同一个保字。佛家大乘经典里面保任用的最多，这个字的意思也很深啊。宗门曰禅宗啊，禅宗上说心心不异为之宝啊，念头，前个念头跟后个念头是一个念头这叫宝，你真的保持住了，这就是定啊。为什么心心没有不异的啊，心心啊，没有相同的啊，决定没有相同的。这个念头极其微细，我们要知道，不知道的时候，这个话你不懂啊。心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他永远不停，他停不住啊，而且速度非常的快，就是频率很高啊。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我们就明白了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这叫凡夫，心里起个念头，
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啊，这一句话是问了三个问题啊，心有所念，这个念头里有多少细念，有多少相，相就物质现象，有多少实，实是心理现象，问了三个问题啊。弥勒菩萨回答，破手弹指之间，这弹指，这一弹指有多少念头？有32亿8000年啊，八千是10万，这单位是用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啊，就是心心心心，那多少个心字？320兆，一个接着一个。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皆有实。这个话说得好，这被现在科学家证明了。啊，形是形就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啊，形界有实，念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佛法讲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色是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讲精神现象，说明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体，不能分。再小的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啊，换一句话说，他都能知道啊。你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想起心动念瞒着不让人知道，不可能。那为什么呢？物质现象都看到。现在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啊，任何一个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有反应啊。做水实验做了70万次，我到他实验室里去参观过2次啊，他感到非常惊奇。我告诉他，佛经里头3000年前佛就说过了，他非常惊讶啊！原来他不敢碰宗教，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的啊，怕对他有伤害，说他搞迷信啊。结果我说，你搞的这个东西，佛经上有，证实了。啊，其实你要不相信，你把宗教经典里面的话拿去试验看，也试验果然真的非常美好啊，我把它引入经进来啊，啊，他对于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在做试验，每一个宗教都好。为什么？心地善良啊，心地显恶，那个像现的形象很可怕；心地善良，现那个像非常可爱。啊，他做得多。啊，江本去年过世了。啊，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在台湾台南做了一个实验室，实验成功啊，实验的结果比他做的还好
啊，也就是我们的设备是新的，他的设备已经是过时了。啊，他用的这个显微镜好像只有200多倍吧，250倍。啊，我们台南现在用的是750倍，啊，所以比它更清楚。这实验呢，所以相由心生，于是境就随心转。啊，那么这个1911年。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聚集在澳洲悉尼，做了2天报告，啊，邀了我。那是我在香港，我没去，我派了8个同学去听。啊，第一天报告是最新科学的发现，啊，跟佛经上讲的越来越接近了。我们听了很欢喜。第二天报告是专对2012年玛雅预言啊，灾难的预言，科学家研究怎么样来对付。啊，首先有没有相信的？啊，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啊，比例恰好1/2，1/2。那么这当中最后做结论的是美国的科学家。啊，他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刚先前所说的，地球居民的总人数1/1的平方根，真正能做到弃恶扬善，端正心念，就能拯救地球的灾难，啊，地球不会毁灭。这跟佛法讲的一样啊！啊，那一年为什么灾难没有了？因为这个信息全世界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啊，我相信所有相信宗教的人，在这一年天天祈祷，啊，真的啊，断恶修善，啊，断得不干净没有关系，总是坏事少做一点，好事多做一点，啊，这肯定有的，啊，每个人都能存这个心，产生一股力量啊。啊，布莱登博士的话没说错，正确。啊，我们能够理解。啊，可是现在看起来灾难好像越来越严重，那什么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那是假的，预言不可靠。啊，不知道啊。科学家说这些话，信仰宗教的人听到，他真当做一回事。啊，那现在没有了，啊，觉得天下太平没事情。善的念头少了，恶的念头多了。啊，灾变呢，好像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你要问有没有灾难，你看这个地方的人造不造物啊，果然能够断恶修善啊，不善的在这个社会上一天比一天少，善的一天比一天多，这个地方绝对没有灾难啊。为什么？因为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的，好的念头带给的是好的物质现象，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天天教啊，到那个地方去的人都听阿弥陀佛的话，是听话才往生啊，不听话的人不能往生啊，他去不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可以用四个字来解释，好人好事啊，都是好人吗？心行不善的去不了吗？那么我们今天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记住那个世界是好人好事，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行好事，要能跟他的标准相应，往生决定有分啊，一点都不难啊。为什么不难？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不难。你本来不是佛就难了，本来是佛，这个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有信心，不能有丝毫怀疑啊。佛是什么？佛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叫做佛，而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不但人有，畜生也有，恶鬼也有，堕在地狱还有，它并没有消失掉。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无论在哪一道都没关系啊，总有一天他就悟，他回头他就成佛了啊。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要认真，要努力啊，最重要看破就是明了啊，读这个经帮助我们明了，明了之后放下，放下妄想，放下杂念啊，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跟佛一天比一天接近啊，到一定的程度，阿弥陀佛来通知你，给你报信啊。那么海心老和尚一生他见阿弥陀佛见多少次面我最保守的估计绝不止十次。为什么？他的理业心不乱之后，心里想见佛就现前啊，随时随处只要心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的。真的啊，我们要是修到理业心不乱也如是啊，也是这样啊啊，相见佛，佛就现身了啊。这宇宙之间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啊，只是他不说啊，偶尔透了一下
啊，我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要问你为什么不说？天机不可泄露。套一句俗话，泄露天机的人雷打了，告诉人不能说。这些话也像开玩笑，也像是真实。啊，问题你会不会听？啊，你听了之后是不是真有觉悟？肯不肯真干？啊，我的想法，海鲜老和的寿命应该也是七老八十啊，不可能有112岁。啊，112岁怎么来？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佛嘱咐他表法，表法就是做一个修行人的好样子，给修行人看，啊，给佛教徒看，给修净土的人看。啊，学佛应该像他那样，那叫真修。啊，真修就有真实的成就。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最后的表法就是见到，若要生战生，唯有，啊，这个若要佛法心啊，唯有生战生，啊，就这本书。即使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所以有人送这本书给他看，欢喜得不得了啊！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果然3天，他就走了。所以他给我们证明几桩事情非常重要啊。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第二个证明阿弥陀佛真有啊，第三个证明下莲居汇集这部经是真经，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原文啊，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错误的，证明这个啊，再给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记住，正知正见啊，不应该怀疑。第三个为我们证明，我们这20-30年来依照这一部经修行没有错，不要怀疑，不能退转，难得了啊！在今天我们学习这个本子遭遇到严重的障碍，回谤的人太多了啊，不相信的人太多了，让我们的同修有不少人听到外面这一些闲言闲语就怀疑了，不敢相信的，放弃这个法门或者放弃这个经本。老和尚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信心未竭，他做到了，用什么？92年真正的功夫
啊，我将老人家的这一生的心意明白的讲出来，大家听明白了，看懂了，啊，这才死心塌地，跟他一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再不怀疑，不拐弯了。啊，那我们每个人的成就，都会像海清海贤，像他妈妈一样，啊，走的时候说走，我走了就真走了，一丝毫痛苦没有，一丝毫留念没有，啊，真走了。啊，他的母亲尤其不可思议。啊，母亲走的时候，他们生活在最艰难的阶段。啊，连买个些棺材都买不起。啊，自己用木板钉一个棺材，把他母亲安葬。啊，安葬总是心里不安。啊，这样草率，对不住母亲。啊，八年之后，环境好了。啊，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啊，做个纪念。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啊，一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那人到哪里去了？棺材打开空的，里面只有几个钉棺材的钉子。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是大摩祖师。啊，大摩梁武帝时候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的，啊，他老人家走了之后也是这样的，走了给他埋葬了，啊，三四个月之后从西域，就现在新疆这一带，啊，有一个人在里面做生意回来，说在新疆看到大摩祖师。啊，大摩祖师走在街头上，穿着一只草鞋，啊，这一只草鞋。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大家一计算，哎，那个时候就是他下葬的时候，啊，大家求证明，把大摩祖师的坟墓挖开，果然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人不见了，啊，那么就证明那个人说大摩祖师只一个脚穿鞋子，一个叫大赤脚，是真的，不是假的，有这么回事情。所以当时引起人想，他母亲是不是大摩一样的？那是菩萨再来啊，游戏神通啊，啊，表演一招给你看。人不见了，啊，这些事情都是出在我们现代，
海清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个子很小，人家都欺负他。他给我们表演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能忍，真的是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愿意为。寺庙里头道场里别人不愿意这样干的苦差事都是他干啊，吃苦第一，忍辱第一啊，自在往生。往生之后坐缸6年9个月啊，全身没有坏啊，现在贴成金身在寺庙里供养啊，在的时候没人瞧不起，瞧得起他啊，死后万人敬仰啊，啊，见到没有不磕头的啊，都是从小出家，他是11岁出家，82岁走的啊，出家71年啊，这都是现代学佛同修最好的朋友。啊，底下我们看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啊，持行持也，又止也，止持就是汉译的奉持，故知躬身保持者乃自然尽速从容中道，心心不异，任运自知。念老这个注解解释的清楚，解释的好啊。躬身什么意思？啊，持行持支持啊，躬身保持就是自然静坐，没有丝毫做作，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从容中道，心心不异，这个难啊，我们是心心不一样，不一就是心心相同，那就是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前一念是阿弥陀佛，后一念接着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这才叫心心不一。人云自知，人云有自然的意思，自自然然不越轨，自自然然念念相续，修习功德满足无极，这是说他用多么长的时间去学习啊。佛经上戒是时间的单位，如果没有指定是小戒是中戒，一般呢都叫大戒
啊，没有指定，那就是满足五个大劫。那这个劫怎么算法？有很多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没有统一，像我们中国，中国的历史很完整，啊，记载得很清楚。夏商周三代，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商汤，周八百年，啊，我们称为三代。三代，中国这条没统一，所以都是小部落，啊，带头的、领导的，我们称诸侯，啊，都称为侯，诸侯国。周朝历史上记载，周文王那个时候，这个中原这个地区多少个国家？800个，800诸侯啊！啊，周称王，大家称为天子，不是统一的。那个侯、那个王、天子是别人尊重他的，对他恭敬的称呼。他没有权的，他的权只能管他自己的小国，啊，那么周的国100里，在历史上记载的，啊，商汤的国只有70里，面积小多了，啊，为什么称他为王，称他为天子？他的政治办得最好，啊，治理得好，让别的国家羡慕。别的国家向他学习，都听从他的教诲，啊，所以承认，啊，他是我们大家的领导人，啊，那时候也没选举，但是完全是以德行令这些侯王恭敬。愿意听他的教诲，愿意接受他的制度，啊，向他学习。啊，中国真正统一是秦始皇。啊，你看周朝的晚年，晚年动乱了。啊，周朝真正是周。统一那是精神上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只有300年，也不容易了。300年之后了，周家的这些后代啊，不能守祖宗的惩罚，啊，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这些诸侯国逐渐逐渐疏远了，表面上恭敬，实际上完全不听，个人搞个人的，所以战争就爆发了。啊，势力强的把旁边小国把它灭掉，归附自己。啊，这种演变了。500年，春秋战国500年了，这周朝末年了，啊，到秦统一了，统一把这些侯王的诸侯国战争呢消失了，为什么变成一个国家了？啊，一个国家过与过的战争就没有了，
这桩事情被汤恩比看出来了，所以汤恩比的晚年，这个人是个菩萨了，真的是大慈大悲。晚年就想一个问题，如何叫这个世界上啊，他死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谓主权国家有140多个啊，那么在二战之前，地球上主权国家只有40多个，不到100个啊，战后的时候增加这么多，所以殖民地纷纷独立啊，都变成主权国家不好啊啊，为什么？容易爆发国际战争，国与国战争，那么这战争呢 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啊。为什么？过去的战争，人没有这些武器，尖端的武器，就是不可能消灭地球。可是核武生化出来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人有能力毁灭地球，有能力把地球上所有生物灭尽，这怎么办？那他晚年天天想这桩事，想到中国春秋战国啊，最好呢有一个世界政府，地球上每个国家都能听命于世界政府，就好像中国三代一样啊，能够听从禹王啊，听从周王啊，夏商周啊，啊，夏禹、商汤、周朝、文王、武王啊，他们是用文化，是用道德感化这些诸国的领导人。啊，有大同之治的理想，有天下一家，有这种思想。啊，春秋战国的时候，所以秦虽然统一了，时间很短，啊，只有15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文字的统一啊，书同文，车同轨啊，车同轨，交通就便利了啊，每个国家制造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规格啊，全国都能行得通啊，非常方便啊，书同文，每个国家有国家的语言，现在我叫方言啊，语言这个会变，文言不变啊，文言是天下通用啊，文言，汉字文言，这个好啊！啊，所以他想到这个，啊，所以说谁能够统领这个世界，我们叫统合，啊，不要叫统一，免得人产生误会，啊，不用武力，用文化，用教学。啊，用
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啊，圣贤教育，啊，因果教育，用这些东西来教。每个国家自己的语言，在他这个自己国境之内，像我们像方言，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言语，啊，并不破坏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往来，要用一种语言，那这一种语言，中国的文言文，最理想的。啊，文言文是好东西，罗素也赞叹。啊，因为它能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啊，春秋战国时候写的东西，周公所做的《周礼》传下来了。啊，现在人能看懂，啊，不会错解意思，还能够用得上。啊，三千年之后的人也能看得懂，啊，这些传至于后世的东西，都应该用这种文字来书写，才真正能传得下去。这是好东西啊！啊，所以中国的文字学是一种文化。啊，非常高的文化，这是人类真实的智慧。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发明都没有办法跟发明汉字相比，这个才叫真正伟大。啊，唐恩比希望文言文能成为国际共用的言语，啊，就像秦汉的时候，啊，用这种文言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啊，地方语言并没有破坏。也没有限制，啊，也没有废除，啊，这样好。啊，这样可以团结，可以互相学习。每一个国家族群的文化都可以继续保留下去，而且不断吸收其他的文化来提升自己，啊，像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佛教文化是印度的到中国来了，我们完全接受。啊，佛教帮助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他自己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提升了。这是好事情，这都是非常值得现在人启发的。啊，那么汤恩比本人也是，反对他的人很多，赞成他的人也不少，啊，毁誉参半。啊，我看到他这些典籍部分的译本，我非常赞叹。我觉得这个是菩萨再来，这不是普通人。啊，菩萨啊，应以这些教授身份出现，啊，他是以教授身份，他出生在伦敦。
啊，出生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时期，啊，出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他有机会广学多闻，啊，成就一代大哲。啊，他有许许多多的见解，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啊，很值得认真学习。啊，他提出来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印度没有了。啊，他非常重视文化，重视伦理道德。啊，这个是值得赞扬。那么阿弥陀佛在修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具足五戒，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啊，他用这么长的时间，不是短时间，而且真干。啊，思维修习，这就是真干。啊，唐寅的前面我们看到世间自在王府为他宣说21亿诸佛刹土，啊，不但给他说明，给他介绍，而且还展现给他看。啊，佛以神力将一切诸佛刹土现在他面前，让他统统看见。啊，像观经，啊，观经是维提西夫人遇到了困难。儿子发动政变要杀父母，啊，他遭到这个难，求佛有没有好的地方，啊，看不到这种卧室，佛也是的，把一切诸佛国土展现给他看，让他自己选择，他看了之后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问各佛说这个地方好，我愿意去，怎样才能往生？那佛就说出16观经，16种方法，任何一种都可以。这个念佛持名的方法就是最后的一种，第16种。那这16种里面分为3大类，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在最后，最后往往就是最殊胜的。啊，所以法藏用了5戒的时间，一个戒说法很多，啊，最普通的说法是人寿。人的寿命，就佛在经上说的最长的84000岁，最短的是10岁，啊，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因素当然很多，啊，在人寿10岁的时候
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然后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又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孝节。20个孝节就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啊，这个数字就能推算得出来了。啊，法藏学习多长的时间？5个大节。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佛刹了，无量无边的，无数，他一个也没漏掉。啊，佛给他介绍，他听到了，那么现象呢，他都看到了，他在这个里面就有取舍。啊，唐寅，我们看唐寅，比与比，21亿诸佛徒中，所有庄严清净之事，他统统接受了，啊，悉皆摄受了。既摄受已呢，满足无界的真干。这里很重要，一定要从自己干起。啊，满足五劫思维修习，这自己真干了。啊，这就是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宋仪本子里面说，诸仪尽除，啊，王仪尽除，独坐思维，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精于无极。啊，古德于此颇有意见。啊，古德对于这一句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啊，下面为我们列出明显的三种。啊，总而言之，我们在此地能看到。他真干，啊，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外面干扰，独坐思维，啊，思维一切诸佛刹土清净庄严，啊，这里的有因有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设法界六道不善，所以他不要啊。啊，他有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修罗，没有罗刹，没有恶鬼地狱出生。那么换句话是，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就没有这些恶道。啊，要修，要学习，要成就功德。啊，功德就是极乐世界庄严佛刹。啊，发广大愿，这个佛刹建立了，做什么用？戒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到他这个地方来学习，很快就会成就。为什么？这个里头没有恶人，没有恶事，所有一切不善，他统统没有。你就想做不善，没有缘。啊，没有一个坏人。
怎么成就的？千万不要忘记，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在那教学从来没中断，而且以自身做起。啊，我们常说的身行言教，永远没有中断呐。他神通广大。啊，在那边讲堂，现在十戒了。这个五戒是他修行的时候，创办的时候，创办到现在已经十戒了。这个十戒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中断，教育多么重要啊！啊，不教不行，一定要教，教就会有成就，啊，极乐世界就能现前。我们这个地球同样道理啊！啊，如果有个好的国王，啊，真正把佛法搞懂了，搞通了，啊，像佛一样认真教学，地球可以变成极乐世界，这不是假的。啊，这个领导人必须自己要做到，自己做不到，叫别人，别人不相信，不听啊！自己先要做到，然后要求别人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教育就成功了。啊，这个点是关键的，要掌握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